家好，我是 Jasmine 咪 ，Follow 咪咪来看房。今天咪咪带你来看我们在 Senibong Cove 的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住宅区啦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哦，这个是三层楼的一个 terrace house 啦。所以你在外面看到哦是两层啊，但是等一下你进去看的话，你就会看到它是三层楼的 concept 啦。OK， 所以我们来带你们看一下哦，这一款哦它是属于 corner lot。然后 Senibong Cove 它是在新山市中心，然后从 CIQ 来它是15分钟的距离啦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car porch 啊， car porch 我们还可以停两辆车前面，然后前后的话可以四辆车。 OK，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脚头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脚头间旁边的地。好，来我们来里面看一下。OK， 所以这一个款式哦，它是直接有一条路去到后面的啦。但是我们先来 一部分看先。然后这边是我们楼下的一个长辈房啦，你可以看到它放了一个双人床啊，位置还是足够的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讲你们有长辈啊，就是门口进来会比较容易啦。OK， 那我们来这里。所以这边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干厨房，然后有一个 island 在这边。然后哦，我喜欢的是它的厨房的部分是属于在整个屋身的前面呐。所以你可以来看一下哦，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厨房。所以它的厨房哦，可以看到，就算它放了这些全部的东西啊，它的那个空间呢、啊、还是很足够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特别的地方是后面这边，你看一下它这个哦是有一个天井的一个部分呐、啊，所以它家里的哦那个采光光线就会很够。嗯，然后后面这间的话就是后面的假衣房啦，还是 bedroom 来的。我是很喜欢它的这个厨房的 concept。 哦，对，这里还有一个厕所，这边它做一个隐藏式的厕所啊，你看。 OK， 然后我们来到我们的餐厅的部分。所以它的餐厅哦，它是放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这个款式哦，它是客厅在后面的。 OK， 然后我们餐厅在中间的部分，这个是八个位的，所以、哦、它放长坐都是没有关系啦，圆坐的也是 OK 的。我们看一下是我们的客厅的部分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哦，这个是三层的 terrace house， 可是你看到啊，它的客厅哦很大气，然后它的 ceiling 也很高，然后宽度也很大，所以你看你放一副沙发，然后你电视机啊，这个茶几它是放这样子，你放大副一点都还是够的，沙发放大副一点也是够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的部分。 So Senibong Cove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比高级住宅区嘛，然后这个款式哦它是后面有 canal 的，就是它是有这样子的，所以它是比较多很大自然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这里哦会有一些鱼啊出现在那边。可以说在这里哦你可以摆放一些outdoor 一些东西啊，给你跟你的朋友们啊家人聚会哦。来我们去楼上的部分，那它的楼上哦给到的是这种木地板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、哦、它的楼上哦它的那个款是足够款的，它就是跟平常的 terrace 是比较不一样的啦。嗯，然后上来的话你可以完全先看到哦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厅，然后这是我们二楼的部分啦。所以二楼的话我们有三间房，哎，这是一个厅的一个部分，它的 family hall 也是属于比较大，不要属于宽敞那样子的。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放一些可能你的书房啊，或者是你的一些跟家人聚会的一个空间那样哦。所以我们这里三个房，我们来看这间房间。所以它每一间房哦都是有自己的厕所的啦。所以你看一下哦，它的房间哦，放一个双人床啊，然后书桌啊，还有衣橱啊，还是很够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厕所，然后隔壁的房间也是一样，它每一间的房间哦都是会有给到厕所的。你可以看一下哦，它的那个空间感的，不管你的家具哦放完全部哦，都是很足够的了。OK， 所以它这边哦，它是属于有两间的主人房啦，但是我可以带你看一下，它这间是比较 main 的主人房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放了一张双人床，然后它的空间这边哦，也是可以放电视机啊，在这边，然后它的这个哦也是有 balcony， 就是它一样是有阳台的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好，我们来。
来看一下我们的 walk-in wardrobe。所以它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 walk-in wardrobe 啦。所以它的 walk-in wardrobe 是放在这边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厕所。所以我们的厕所一样是给到我们的双盆，给到双盆。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浴缸在这边。然后后面这里的话，就是有给到那个淋浴的地方哦。OK， 来，我们来楼上。楼上的话，它就是一间独立的房间啦。所以如果你想讲你们楼上啊，要弄成房间，或者是要弄成 entertainment room， 然后弄成像你们的 theater room 也是 OK 的。但是它这个是做成像房间这样子啦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放了一张双人床，然后它也是有自己的梳妆台，然后我们的 wardrobe，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厕所。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环境，就你过来哦，你可以看到这是三楼的一个景色，那你可以看到哦，那边哦，全部就是我们的 Senibong Cove 的住宅区。OK， 然后这边哦，未来也是会有一些新的屋子 facing coming out 啦。所以这边的话也是现在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治疗的。OK， 所以今天带你们来看的话，是我们在Senibong Cove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住宅区啦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讲哦，你们对我们这款有兴趣的话，或者是对我们 coming up 的一些 project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赶紧联系我。然后我是 Jasmine 明明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